身在科技之中，越来越习惯自动，越来越不太识货，越来越喜欢直播，然后被逼着认错，逼着振作，逼着忍受，逼着承受。这不长大了却一直提起啤酒，是雅获得吗？哎，这太猛了吧！不太像他之前的音乐哈。这真的是田雅货吗？我好像应该要拍这一种才对吧？要比打勾勾猛超多的。是雅货的，但为什么不找我拍这种类型的？我觉得啊，就是他跟打勾勾的，还有之前的雅货的样完全是不一样。如果你不讲，我真的不会晓得是他、欸。嗯，而且我觉得。他在 MV 里面样子一定是超级超级应该会有型超级帅。好，我不管了、哦、我先 order、哦、如果这个有拍的话哎、欸、好通知我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真的满满的都是视觉，而且我觉得态度根本跟之前打勾勾他的样子不太一样，会比较想说如果今天雅货他是这样子的形象的话应该是会有很大的杀伤力，我自己觉得嗯对。太酷了。